2018年12月上旬，知名影星蒋劲夫对女友实施家暴的新闻曾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夫妻间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破坏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家暴行为的出现会有怎样的发展过程？而面对家庭暴力，被伤害的一方如何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呢？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九，在柳市镇的乡村，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中。上午11点，不少人家已经在准备午饭了。突然，从路边一栋3层的民房里传来一名女子的呼救声。当时这个受害人是通过窗户这里都求救，发出求救信号，就呼救，啊，就说救命救命，让他赶紧报警怎么样？这是村民郑建兴的家，大声呼救的正是他的妻子曾丽。平时这家人都在外地经商，只有过节时才会回来。邻居们感觉郑建兴的妻子有危险，可此时郑家楼下的大门却被人反锁了，围观的村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报警说里面有人喊救命嘛，我们这肯定会立即引起重视。报到警之后呢，我们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门楼虽然是锁的，后来我们就发现它在西面这边有个窗户，2楼。后来我们就通过拿一张梯子从2楼爬进去了，爬进去把1楼门开了，然后我们同事一起上来。进入现场后，屋内的情形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然后现场有很多的作案工具，疑似作案工具，因为这些玻璃杯子啊，或者热水壶啊、烧水壶啊，全部散落在一地，然后地上全部是血迹，还有玻璃全部散落一地，然后这些热水瓶、烧水壶整个都砸扁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平时我们用的时候硬度比较硬的，但这上述刚刚讲的几样东西的话，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变形了，还有那些扫把，这些所说的物品上面都有这些血迹。在现场3楼的卧室里，民警发现了躺在床上的曾丽，此时她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受伤情况比较严重，整个脸都肿了，几乎说可以看不出整个脸的样子，打得比较厉害。她的神志也是特别模糊的，然后我们问她的事情嘛，他就嗯了之类的，反正就说回答的不是特别清楚。而在另一间屋子里，丈夫郑建兴也倒在了地上，他同样神志不清，身旁还散落着一个空的安眠药瓶子和一根带血的电脑数据线。他们是两夫妻嘛，然后我们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先进行第一时间救治，救治之后呢，然后再对这个案情进行调查。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这对夫妻最终恢复了意识。经过鉴定，曾丽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构成轻伤2级。而郑建兴的胃溶液里也检测出了大量安眠药的成分。这对普通的夫妇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经过多方走访和物证勘查，民警得知了令人意外的真相。原来郑建兴和曾丽结婚已经30多年了，起初他们相处和睦，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但近年来郑建兴的身体出了问题，性格也变得猜忌多疑，经常无端的怀疑妻子出轨。案发当天，曾丽本打算一早出门访友，却被丈夫给拦了下来。所以说他觉得呢夫妻关系不好呢，心里比较难受啊，憋着一股气。按照他的说法，他说想教训他妻子，叫出出气。曾丽提供给警方的证词显示，在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里，郑建兴把他反锁在家中，开始用家中的各种物品不断击打曾丽，甚至还拿起了一根电脑数据线，死死地勒住了曾丽的脖子。直到曾丽最终因为伤重而不得不装死，感到后怕的郑建兴才松了手，并选择了服药自尽。由于郑建兴的行为涉嫌犯罪，民警依法对其实施了刑事拘留，而曾丽也在出院后离开了乐清，住在了外地亲戚家。案情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但几个月后，当相关的案卷被移送到乐清市人民法院时，负责审理此案的陈修立法官却觉得，这件事应该没这么简单。
当时我们受理这起案件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案件比较明显的就是有一种家暴的嫌疑在里面。然后但是从被害人陈述的整个过程以及他儿子反映的一些就已经取得证据来看，这个家暴行为演变到就是这么恶性的一个事件，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这一块的证据当时我们初步阅卷以后发现是很欠缺的。原来曾丽和儿子在警方第一次做笔录时都曾提到，这不是郑建兴第一次动手，早在几年前他就曾多次打骂曾丽。可是对于郑建兴的所作所为，他的家人一直都是默默忍受。即便是在案件审理阶段，法官希望能寻找到更多的证据而找到了他们，他们也还是选择了回避。就是说您方不方便来我们法院一趟啊？有什么事情吗？就是为了再了解一下就是你父母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了解的？然后我们家庭现在也没有什么矛盾。哎，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过，是是是，不要再受到外界打扰。因为这两夫妻呢平时是在外地经商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才回到老家来，所以老家这边的亲戚周边的邻居他是不了解他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就家庭关系怎么样。很多人老百姓民间呢农村里还有一种觉得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即使有些知道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去配合你去说我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会回避这个事情。我们电话跟被害人联系做他工作，希望他能够出庭，那他也拒绝了。我们也说那隐蔽作证，他也拒绝了。是家庭纠纷还是家庭暴力？公诉机关认为这是一个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杀人的案件，我认为是不对的。掐脖子勒脖子，就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是蓄意投毒还是被迫反抗？我心想他长期这样家庭暴力打我，没法跟他过。法院的判决怎样保护家暴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天使之翼不再沉默，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16年10月24日，该案在乐清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在庭审过程中，郑建兴辩称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十分和睦，当天只是一时冲动，并不是要对妻子下狠手。你跟你老婆平时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好好的是吧？嗯，家庭里有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没有大的矛盾。没有矛盾是吧？嗯。那么根据你妻子以及你儿子的相关联系证据反映出，你在家里是经常打骂你妻子郑淑正的，对这个你怎么解释？我老婆说啊，包括你的儿子也有提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些根本就是胡逼乱造的。被告人看一下，辨认一下当时。手不要动，这个是你当时家里的东西吗？对。哦。不是这个样子。老弟弟啊，咋会都变成这个样子？咋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家里的当时？东西是。是吧？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而作为被告人郑建兴的法律援助律师向国友也对起诉书的内容提出了异议。公诉机关认为这是一个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杀人的案件，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当时并没有相应的很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一个家庭暴力，而是一个家庭的临时的纠纷所引发的一个案件。那么结合被告人导致被害人二级轻伤的这种后果，我认为是一个故意伤害的案子。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定性，这成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由于家庭暴力的认定涉及专业知识，乐清法院邀请了一位专业证人陈女士出庭提供意见。这个陈明女士，请陈述一下你的学历、专业以及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我是这个研究生学历，专业是心理学和法学，我研究的是跨学科研究，就是心理学、法学、女性学和社会学，重点是家庭暴力和司法干预。陈女士哦，根据您的这个研究和实践哦，那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如何理解这个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婚恋家庭关系中一方为了控制另一方而对他实施的殴打、恐吓等伤害行为。
你的意思是讲这个施暴者是为了控制这个受暴者，是有可能出现这个将受暴者打死的这种可能性的是吧？这样的案子其实非常多，以前我们可能家暴案件都作为家庭案件、家庭纠纷案件处理了，那么现在呢，大家理念上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涉家暴领域的研究成果呢，慢慢就出来了。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原来的判断有些错误了，原来把有一些家庭暴力把它纳入了家庭纠纷的这个范畴了。但是包括我们审判人员如果没有系统去学习或者去了解这些东西，可能不止理念没有，就觉得很费解，很难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借助其他领域的一些专家来帮助我们判断。作为专家证人，陈女士不得旁听案件审理，仅仅对控辩双方所提的一些问题从专业领域给予解答。最终法院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认定本案被告人郑建新的行为属于控制型家庭暴力，而并非偶发性的家庭纠纷。掐脖子、勒脖子，就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几秒钟的时间可以让另一个人致命的行为，但是他反复用了，他不止手掐，还用绳子去勒，这种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作为一个严重家暴的一个典型的特征的，我们综合起来判断，认定他就是一个故意杀人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3条、第64条之规定，现在宣判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郑建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水岸一处的状况，郑建新的家暴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虽然他的家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这幕悲剧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其家人对待暴力行为的一味妥协和让步。因为暴力是为了控制，如果你无原则的去退让妥协，你实际上在告诉施暴人，暴力打我是有效的，我会听话的，这样他就会一次一次的再次使用暴力，因为暴力是有效的，所以他才有效果。与此同时，专家也指出，一味的妥协和让步还有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那就是受暴者无法忍受了，奋起反抗，从而酿成了新的悲剧。一年后，在另一起案件的审理中，陈修立法官对这第二种极端情形有了直观的认识。这是2017年11月24日乐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跟家暴有关的刑事案件。站在刑事被告人席上的女子名叫程小娟，她被公诉机关指控试图通过投毒的方式杀害她的丈夫邹某。毒杀邹某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想法？现在我很后悔。那么你对于说现在继续与邹龙生活下去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生活应该是不可能的。程小娟和邹某都是从外地来到乐清打工的，他们结婚已经将近20年了，并且育有2个孩子。程小娟之所以会对朝夕相处的丈夫下毒手，据她说，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邹某长期对她的暴力行为。我心想，他长期这样家庭暴力打我，我没法跟他过了。他们就买回来嘛，我就放在我那个放在那个煤气灶下面。就想到大家都一起死了算了，反正那个日子也没法过。据程小娟说，从案发前的7、8年开始，邹某就一直怀疑他有外遇，每当他接听一个陌生电话或是跟工友聊几句天，都会遭到丈夫的毒打。他也曾对父亲说起过这件事，可父亲却跟他说，丈夫打妻子是正常的，让他多忍忍。就是最严重的案子，就是我从那时候回去的，他打我，打得我一下子把我打到地上，反正一个月我自己一个人不能不可以自理的，洗洗头洗澡什么的都没有。至于男方，我就很长时间的实施这些家暴行为，然后报警。
要不行，因为我也不懂嘛，文化要听嘛，就是我觉得是听那些老人说新冠染病加护士嘛，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加护可以报警。面对丈夫无休止的暴力行为，程小娟也曾想过离婚，可每次只要稍有提及，丈夫都会以杀死程小娟全家人来威胁她。后来邹某又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他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也愈发严重。他就是喝了酒，男方就说我忍不住要打，我就是要打他，就喝酒变成一个信号了，这种内心的恐惧让他足以产生一个反应，我要反抗的反应，要不然我就得死了，我这面临着马上又被打惨了，反正接下去要打也受不了，不是他死嘛，就是两个人中一个要死嘛。他想把他毒死了，自己也自杀，他是这么想的。说，2017年6月17日晚上，当喝得酩酊大醉的邹某再次回家对妻子进行打骂时，长期累积而又无法得到排解的情绪，终于在程小娟的内心里爆发了。趁着丈夫上厕所的间隙，她把早已准备好的农药百草枯倒进了丈夫喝剩的啤酒里。不过当邹某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后，程小娟又后悔了，她夺过了丈夫手中的酒瓶，摔碎在了地上。她有想继续喝，我就跟她把那个瓶子拿过来砸碎了。当时为什么要把她给砸碎了？我还是后悔了，我还是不想她死。她老公知道她投毒以后，她老公先是打那个110报警，报警后她当时那个陈某就直接打那个120啊，就是说她老公喝了农药，就请求救助呢。因考虑到她这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我们那个法制部门批准后，给她取保候审。经过一番治疗，邹某的身体并无大碍。后来她还向司法机关递交了一份谅解书，请求从轻处理自己的妻子。可是夫妻俩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场风波而得到好转，在程小娟取保候审回家后，邹某依旧对她打骂不止，这也让程小娟对丈夫彻底死了心。被告人呢也基本上明白一种不平等的地位的这个关系里面，如果没有介入的话他自己走不出来，所以他最后寻求了我们的帮助，他申请说我是需要人身保护的，那能不能给我保护，那我们就说那可以的，你提出来，我们庭审上审查，公开当庭审查。那你对你自己还是后不后悔的？后悔，很后悔。以后会不会用这样极端的方法去处理家庭的矛盾？再不用这样。最终，乐清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程小娟在难以忍受被害人长期施暴的情况下，为寻求解脱，意欲采取下毒的方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因其犯罪情节较轻，并主动自首，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同时，根据程小娟的申请，乐清法院依法为其签发了人身保护令，禁止邹某对程小娟实施家庭暴力以及骚扰、跟踪她和家人。从我们现在审理的这些案件来看，家庭暴力它既然有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越早发现其实是越好的，因为到法院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发展到很后面的阶段，很严重的暴力才出现在我们法院审理的时候，一旦当事人去隐瞒这个事情，我们就很难去知晓这个事情，那么公权力很难去介入这个事情，那就很难去保护这个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肯定是综合的，单靠我们法院一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包括社区，包括妇联，包括其他方方面面的部门，他们要经常去跟这些人去沟通，也要关注这个情况，可能周边的其他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配套要做少，统筹政府与社会形成制度合力，社工加警察、公务员加妇联干部这样的合作方法，针对不同个案制定不同策略。然后当时我们评估出来的等级是高危，它可能不适合以调解的方式介入。反家暴工作中的长沙模式如何帮助受害女性走出困境？天使之翼不再沉默，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遏制家庭暴力重在及早发现、及早干预。
但是公检法机关掌握的有效信息相对不足，妇联社区等社会组织没有执法权，民政教育部门的救助措施又缺乏针对性，这在传统的反家暴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家暴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使得受害人不仅需要人身安全方面的保护，还需要心理和生活方面的专业帮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湖南省长沙市妇联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第一个呢，就是多机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是多部门合作来进行预防保障，就是公安、司法、检察、民政、教育、社区还有妇联等九个部门来进行多机构的合作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呢，要研究有些什么新动向，我们长沙怎么样创新的把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啊解决到萌芽状态。第二个呢，多团队，社工加警察，然后公务员加这样的妇联干部，这样的合作方法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对家暴零容忍。凡有家暴的妇联呢，总要站出来说话，总要这样的来进行干预调试。45岁的刘女士正是长沙市妇联近年来帮助的众多家暴受害者之一。2016年，当她第一次来到长沙市妇联寻求帮助时，曾一度在大门口犹豫徘徊了许久。几番挣扎之后，她才最终下定了决心。而接待她的是长沙市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的张晓晓律师。当时接触到刘某的时候，其实让我也挺震惊的，因为她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遭受了很多次的家庭暴力，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处理，我能做什么去反抗这个事情。她的家庭暴力的一个遭受情况应该是特别特别严峻的那一种，因为时间跨度太大，然后每一次暴力都在这儿升级。那后面的话觉得她整个人都是那种灰暗的，就是你觉得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那一种。原来刘女士的丈夫潘某不仅长期对她实施家庭暴力，还有过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的经历。半个多月前，在又一次遭到丈夫的毒打之后，不堪忍受的刘女士选择了离家出走。可因为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她很快就花完了身上的积蓄。首先做了一个危险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她的所遭受的情况，然后当时我们评估出来的等级是高危。包括她丈夫的情况，我们的量表上面就会显示她可能不适合以调解的方式介入，而且这个当事人她当时的诉求，离婚的诉求也欲望比较强烈，她也自己表达不愿意调解，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法律方面的途径来帮她维权。在全面了解了刘女士的相关经历和诉求之后，长沙市妇联组织召开了多机构的联席会议，由妇联、法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的代表共同讨论，制定出个案的解决策略。那我们想的是先给他申请这样一个保护令，因为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他的人身安全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我们当时的话准备了就是一摞材料，就是包括刘某这一段期间然后所遭受的家庭暴力的涉及的证据，比如说他的伤情鉴定，他的那个报警记录，然后包括就是派出所那边的一个调查笔录，然后包括一些照片呢，然后我们都给那个承办法官就是进行这样沟通。除了申请人，就是除了受害者本人之外，对于无民事行为人、限制民事行为的人，还有这个因为受到恐吓或者威胁不便于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呢，可以由村委会或居委会等相关组织来代为申请，还包括妇联。一个妇联是关于妇女权益的这个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单位，他们这个申请在举证方面就是他们更有经验。最终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为刘女士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则对潘某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使得刘女士的人身安全有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但丈夫潘某以往的种种暴行依旧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由于潘某曾经扬言要报复她和家人，刘女士始终不敢回家，甚至时刻担心丈夫会找上门来。
他当时呢对这个回到他自己的居所呢是有恐惧的，那么呢就要给他解决一个住的问题。住的问题当时他自己呢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说就要对他提供一个庇护的帮助。因为在反家暴这块呢，我们有一套制度，就是对于家暴的被害人呢，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居所。在市区两级妇联组织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尤女士带着孩子一起住进了岳麓区反家暴庇护中心。在这里，他们不仅得到了免费的吃住和生活用品，同时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充分的安全和自由。生活啊，这个物品的设置啊，颜色色彩等方面呢，与普通的救助的这个场所呢会有所不同。让这个救助对象入住以后呢，有一种那种温馨呢，有一种家的感觉。反家暴庇护中心它是相对隔离的，人员不能够互通，外面的这些人员是要经过这个查证身份，经允许登记以后才能够进入这个救助站里面去。但是相对于这个流浪乞讨人救助，咱们这个反家暴的救助人员相对他就自由一些，在里面就是说他进去要经过查验，那出来的时候只需要跟工作人员就是说明情况，我现在要去上班或者我要去购物。为了能够让受害者彻底走出家暴阴霾，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长沙市妇联在帮助刘女士办理离婚诉讼的同时，也对她进行了心理上的疏导和帮助。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的专业反家暴机构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社会组织新城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也是我们省市区三级妇联打造的一个社会组织，专门从事这个婚姻家庭服务和反家暴的这个一个个案跟踪的。它的人员组成我们是这样的：专业的社工、心理咨询师、律师、法官，然后我们的这个派出所啊、政府的这些机关的这些公务员里面的志愿者，这样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所以应该说他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处理事情的方面的专业性应该是很好的。主要的问题是一他的一个情绪不稳定，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考虑一些东西啊，可能对这个施暴者就是对这个老公还是有一定感情存在的，然后也会担心孩子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可能在我们的介入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有所犹豫，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帮他分析现在所面临的一些情况，然后尊重他自己的决定。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绪上的疏导，包括对后来他的生活有这种建议化的一个指导。正是在这家专业反家暴机构的社工和志愿者帮助下，刘女士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而为了彻底解决刘女士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妇联的工作人员还根据她的经历和特点为她介绍了相应的工作。当时她就讲到她以前学的就是与这个幼儿教育相关，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正好呢就住在附近呢有一家那种民营的幼儿园，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园的园长去联系，就是跟他沟通，然后他就说那正好我们这边也正在考虑进人，我们也会要进一个人，当时是谈妥了，谈妥也去那边去上班了。2017年6月，在长沙市妇联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共同帮助下，刘女士通过法律诉讼结束了与潘某将近20年的婚姻，同时她也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目前母女二人已经在社会各方力量的保护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对我们的案件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长期跟踪回访的一个过程，但可能因为这种有家庭暴力存在的案件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性，所以它可能会跟进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在跟进的话还会不定期的了解一下他近期的一个状况，包括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提供支持。事实上，通过人身保护令、离婚等方式来保护受害人并不是解决家暴问题的唯一途径。在更多的情况下，家暴发生的程度并不严重，而受害人出于种种的考虑也大多不愿意与施暴者离婚。中国的家庭通常我们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很多家庭中妻子她希望暴力得到惩罚得到制止，但是她并不希望这个事情是被
啊公众所知道，他并不希望这个家庭是永久的这样的一个解散。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妇联和社会组织又应该如何介入才能有效地帮助受害人呢？这个我们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这个调解，他们可能是这种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我们有个误区，觉得调解就是调和，夫妻要离婚我们就是劝和，劝和不劝分。但是其实调解的它分为这个调和和调离，也就是说让夫妻双方如何平和的，更为平和的接受这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亲密关系，让轻微有程度的这种施暴者能够了解到这个暴力的这个它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话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调解当然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毕竟不是所有的家庭暴力都是极其恶劣严重的。而在调解的过程中，妇联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并不仅限于制止暴力和谴责施暴者，而是从夫妻双方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家庭矛盾产生的原因，寻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施害人认到错误之后，他希望能够挽回这个家庭现有的局面，那我们会把双方面对面的叫到一起。那首先在这个家庭当中，男施害人要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表达他所做的错误的地方。另外一边，那就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双方在进行协商。那可能妻子对丈夫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丈夫对妻子认为哪里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双方在进行这样的沟通，然后双方彼此进行督促，进行改进。具体的情况是什么？不能够一刀切说，那所有的暴力发生以后，我们就婚姻就一定解除，或者是就一味的委曲求全啊，都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坚持的原则是暴力是错误的，一定是需要被制止的，甚至在严重的情况下是需要被惩罚的施暴者。那么说坚持完这个原则以后，如果说这个是能够被制止的话，家庭当然是需要可以维系的，夫妻关系也可以继续存续。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该法律详细规定了诸如告诫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紧急庇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集实体处理和处置程序于一体，为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行为、保护家暴受害人提供了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依据。像这样一些措施能够就是跟得上的话，很多家庭暴力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制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这个社会组织还是负有实施家庭暴力法的主体责任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那么都应该积极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这个家庭暴力能够得到及时的制止，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的省级行政区已经出台了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文件，一些地市也在积极跟进。相信有了法律作为坚强后盾，越来越多的妇女面对家暴时会敢于打破沉默，用法律捍卫自己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我觉得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由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地方性的法规更多的应该去注重地方的行政机关，那么如何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措施上，另外再一个，在如何救助受害人这些方面，那么地方的一些法规也应该做大量的工作。